什么所在啦？你敢会去让妖怪要吃去啊？臭头啊！臭头啊！臭！哎，你是什么人？你坐下。姑娘，你唔好惊啦。在下无礼啊！我姓王，还唔知这位姑娘你姓啥叫啥？你莫讲要姓啥，我跟你讲啊，我阿爹是太尉。要是敢对我安怎，我大声一叫啊，有足侪人来找我啊！原来你是为着要找找真命天子才下山的。无唔对，现今天下大乱，民不聊生，只有真命天子出现，才能真正改变世运。不过，那个陈友谅，敢真是真命天子？我捌看过伊身上现出良形。而且一直开嘴，竟然会用将红色的鱼啊，搁活倒转来，所以我讲，伊是真命天子。那安尼，你就应该跟随伫伊的身躯边，好好辅助伊才对啊。唔知影，我是毋是用伊跟你做伙去？啊，有偏偏公牛相助，迄当然是真好。啊，不过这条路。走起非常辛苦，我是担心偏偏姑娘。只要用在对你的身躯边，搁较艰苦，我拢唔惊。偏偏姑娘，看啊啦，你莫搁姑娘姑娘，你用在叫我偏偏啊。偏偏，那呢，我是不是也用在叫你撇温？当然也会用的。救命！救命！啊！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如果是你，你三番两次残害良家妇孺，今仔我一定要将你收服，将我收服。那呢，来看你有这个本事无？哼是啥人啊？哎，草头啊，草头啊，你真醒者啊，草头啊！哎呦，你遐烧啊！哎呀，伊的伤哦，一定是搁较严重啊！袂急，爱带伊去看大夫。哎，草头啊！来啊，这四个拢来，我帮你。哎呀，官兵搁追来啊！草头啊，草头啊，紧起来啦，紧起来，紧起来啦！官兵追来啊啦，草头啊，紧起来！官兵追来啊！哎呀，紧来紧来，紧找一个所在避开。来，这这这！哎呦，大夫后边门啦！这这这这，紧来紧来，紧来去啊！来来，带四碗水我买啊！是。山神菩萨保庇哦，卖何官兵找到。我自元将日后若是发达，一定替你还庙，好赛金身。奇怪，下间哪有生一个老翁仔嘞？行，来别位找我买啊！是。Yeah.
在山心保庇哦。你是讲啥？无，我无讲啥。哎，咱即摆要安怎？哦，我即摆等于黄家是找阮阿伯啊。啊，你咧？我甲阮阿姊失散，我想要来找伊。建康姑娘，多谢你吼，啊，你的温情，我以后搁再甲你报答。我来早。哦。哎，等一下啦，我是想讲吼，我甲你做伙回去洪家是好啊啦，无听着，阮阿姊嘛伫遐啊。好啊。好，我扶你。哦，多谢哦。谢你哦。多谢你。哎，稍等下，你要去倒？夏姑娘出去交代袂转来，我要来找伊。你要去找伊？无唔对，伊是我的朋友，万一伊若发生什么意外，我良心会不安的。你免去找啊！我一定将人找来。怎啦？来，我坐一下。你是高官的查某囝，我要甲宰死你！人是老皮温旧，我有责任保护伊。你若是敢来插到，我就将你这只手拗断！请问这位姑娘，你是？啊，我是老皮温的朋友。原来是老公主的朋友。对了，阿莲啊，谁来昏迷的？啊，伊去撞到妖怪，差一点啊就回不了。是老公主甲我救伊。什么？拄到妖怪？莲啊，莲啊，你安怎嘛？这什么所在？这是咱原来边的山洞啊！你的臭头啊，叫我妖怪吃掉去啊啦！你拢不怪我的手啊！拢是我的错，我本来要救你，也不过我。无去用欺负啊！是有啥物通我哭？你是谁？啊，对了，是这位姑娘甲老公主救你的。是你救我？我唔对啊。那安尼，这个臭头是无人救你啊！这个臭头啊！这个臭头啊！我听到。真是叫妖怪吃去啊！你都免阁想伊啊嘛！你讲的是真的啊？哼，你管伊讲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你先顾好你家己啦！你什么人？敢有这个口气跟我讲话？莲啊，其实本姑娘伊要恶意啦。本姑娘，莲啊，心肝真善良，你莫阁为难伊啊！好，我莫阁为难伊。既然恁两个人伊阁做伙。那呢，我要回去找阮小妹啊，够是。丹公主，你千万唔通袂记哩，我甲你讲的话，爱记来找我，嗯？对啦，啊老公主呢？去到迄只妖怪啊！妖爷，想要走倒去，看我的乾坤袋。我知我唔对，我求你，你紧老放开啦！伊敢真正知影唔对，你敢敢保证以后袂阁再犯？我敢保证，我以后袂阁再犯啊！我求你，把紧老放开啦！Thank you.
件裤的，我足疼的。这叫做武丁规范，这是我对天书内底悟出来。只要我两句，规范就会速快，你就感觉兴奋不死。好啊，你卖搁念啊，你卖搁念啊，惊死我，我救你，卖搁念啊啦。好，哎，我卖念的，从今后你还答应，不应搁为非作歹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你卖搁念啊。我什么都答应你。李欢，你受伤难解，我只好将你收在身躯边。只要你有任何的邪念，我就马上念咒，金环就给你速还。慢，慢，我后盖拢听你的，我绝对袂阁做歹代志啊。以后你就跟我的身躯边，反正我会主动好好啊修道。今嘛我已经找到真命天主了，你就跟我好好辅助真命天主登基，日后你也能修行正果。是。草头，我看你的伤哦，敢那已经拢退了呢。啊，你的脚有较好无？哎，你免扶啊啦，我看无代志啊。嘿，你足牛的呢，骨也推呐，啊，即马脚拢袂疼。啊，对啦，阮家吼都伫咧皇家寺后壁，啊，为遮直直行就是皇家寺啊。哦。哎，有人来啊，紧袂起。哦。哎。哎，真害啊！小姐找无人。三哥去给伊两个刺激多少？是免咱向大人交代，都是崩塌。是大人，是你去死啊死！你是讲大人崩塌是？哈？是，哼，都是崩塌无路用，叫人去。是。哦，外头，又啊！哎呦！原来是土豆，伊即马哦正在过气啦，所以哦，才会夹到你的臭头阿弟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土豆，足无意思的呢，啊无代无志，生伫我头壳顶，害到哦我臭头阿弟跳到强要死啊。土豆，啊就是应该伫咧土仔内底豆啊。你呀、啊，你哦，你应该哦，伫咧顶头开花，伫土内底结籽，知无？你，你看我咧讲哈？我讲你这个人，足奇怪呢，拄安尼嘴，细细念，细细念。哎，迄土豆就真正钻喺土脚内面啊！那有，迄是你吼目睭起烟雾看花去啊啦！嗯，乱讲，我明明就是哦。啊，唔只卖讲这啦，卖讲这。啊对吼，咱紧来走，那无等下官兵叫都转来吼，哎，就急惨嘛！吼，紧来走，紧来走。哼！叫恁两个讲，恁两个竟然让李彪干嘛？我恁两个人逃走？你两个到底谁来搞我们？大人啊，啊，阮两个真正伤忝吼，啊，所以才困去啦。你是乌白讲话，大人啊，你若要怪吼，都爱怪李彪因啦。李彪因两个哦，有够搞怪啦。竟然在阮咧困的时阵哦，不是，是无小心的时阵哦，头酸出去的啦。大人啊，我唔是故意的啦。好啊，你莫阁讲，大人啊。你先莫生气啦！啊，我知影，我即个甲阮孙兄两个吼，阮两个唔对啊啦！啊，我讲，阮两个无功劳，嘛有苦劳啊！啊，希望大娘你有大娘吼，原谅阮一摆啦。是啦，大娘啊，搁再讲吼，夏小姐吼，在本市哦，当时阮咧来照顾，阮咧陪伊咧。对啊，啊，我有吼，夏小姐伊心情在咧郁卒的时阵吼，阮拢会去穿裙仔，甲人，人甲伊笑嗨嗨呢。是啊，哼。
主持啊，拜托，你们替我讲几句好话。拜托，拜托，主持。夏大人，讲到我这两个徒弟啊，实在是。好啊。爱我原谅伊两个，可以。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饶命啦。严哥，死罪可免。活罪难得，来人啊！将这两人给我押下去。主席啊，你救我啦！主席啊，主席啊，救命！好大人，你话都……你麦克老师啊，老和尚，我若不是带念着阮早间捌一日只大过，我早就将你这间房角死拆掉啊！也阁有，恁，恁家全部拢是饭桶，全部拢是饭桶，哼！好，一介懦夫就亲自出马，来去找阮早囝啊！阿弥陀佛，主席啊，文忠。你倒来啊！我看到外口哦，足济官兵啊，所以你为阿妈偷偷闪入来。好，那咧官长，你即摆无事啦？无事啊啦！啊对啊，主席，这位吼是应皇姑娘啦。应皇姑娘，这位是高宾长老，也都是皇家寺的主持。主持你好。阿弥陀，你是主持好。啊对啊，主持啊。阿伯甲乱金嘞，我四个找到头拢找无呢。恁两个哦，主席啊，我到底是安那，请你紧讲啊。恁两个为着你，去为夏大人关起来，而且关起来处死。啊！嘿嘿，伊是骂人嘞。恁。趁伊这个实权，佮欠这个无主的时阵，全咧逃走出去，也毋过自安尼消息就拢总断绝，后日嘛毋知伊去倒位。阿伯乱言，拢是我害的，拢是我害恁的啦。你敢会当去厝？我想，无可能当去厝。因为迄个哈马太尉曾经也派人去找过啦。啊，你是去倒位啊？元忠啊，你先别烦恼啦，若无我再阁陪你去找，好不？哦，我一定要找到伊，就算讲是天边海角，我嘛要去找。